KK 跟有达，有达。今天我们要画一个可以日常，但是也可以画一点特效的万圣节妆。现在就是已经画好底妆的有达。然后我们现在因为要先上腮红霜，就是之前所以杂志送的腮红霜，粉紫色的。因为要先上腮红霜，所以先不上蜜粉，等一下再涂这些蜜粉。然后在使用腮红霜的时候，可以沾完以后在手上先调节一点用量，大面积的上在整个脸颊偏高的地方，面积大一点也没关系，看起来比较可爱。然后这个腮红霜还有一点点蓝色的亮粉在里面，所以看起来会有一些些光泽，不是特别明显，但是那些光蓝色的亮粉会让皮肤看起来比较显白一点。好，给大家看一下你的正面。然后呢，我们刚刚上完粉紫色的大面积的腮红，然后眼下的地方这边要叠擦这种比较鲜红的颜色，虽然这不是一个正红色，但就是比较类似这样子的颜色。在腮红霜使用的时候，沾取以后啊，稍微在手背上调节用量，不要一下就很厚的叠在脸上，很轻的放在脸上。如果太重的话，很容易就把底下的妆推开，所以放在脸上的时候手势要很轻，靠近眼角也没有关系，因为这是一个看起来比较定期的妆容。然后我们现在要上一下蜜粉，蜜粉从里面抽出来，沾上就稍微抽一下，尽量不要去动到腮红霜的地方，因为要保留那个光泽感，但是不免还是会需要稍微碰到。以下的蜜粉可以铺厚一点，就避免眼睛晕妆。接下来要在眼下的内侧接近腮红的地方刷上淡粉色或是淡紫色，这样自然色系的打亮，亮度不用非常高，只是要让这里看起来比较透明而已。也可以刷一点在想要打亮的地方，因为会让肤色看起来比较透亮一点。聚焦这种地方，强调一下，看起来比较不会气色不好。有达买的，因为有达觉得它很漂亮。我穿上化妆漂亮，而买了一堆化妆品回来，包括这个打亮，这个是 The Facial 的。用那个文章以前的蜡印，蜡印就是那个倒蜡在信封上，然后压压压，对，等一下那个东西。然后形状也是这样方方正正的。然后还有刚才的蜜粉，这个是一个泰国品牌的蜜粉，然后我也是因为它长得漂亮，所以买它的。然后接下来要画眼妆的部分，会先使用 Makeup Revolution 的 Ultra Eyeshadow 这款，全部都是雾面色。然后粉质还算蛮滑的，虽然有一点飞粉，但是问题我觉得还可以接受。然后我们要用这个色跟这个色，是一个比较裸色系，但是它很偏冷。然后这个就是一个带灰的阴影色，两个粉刷，再残掉粉，再上在眼窝的地方。比双眼皮的还高，然后其实不用上的非常均匀，因为这个妆稍微有一点脏脏的感觉，颓废的感觉也没什么关系，那种凌乱感看起来反而很有万圣节的趣味性。都刷完眼窝的打底这边，接下来要用 V set 的蕾丝感的 PK 3，用这个底下这个棕色。用这样子扁扁的刷子，然后尖端的地方去沾，在手背上可以稍微调整多余的色，刷在眼褶以内，眼尾的地方可以稍微上扬，但是不用非常夸张。不过这个可以看个人的喜好，喜欢夸张一点的上扬的那就夸张一点。
果等一下觉得不够浓的话，可以再上完眼线色以后。但是我不建议一开始就上得很深，因为上得太浓的要救回来就比较不容易。然后上的浅度还可以再加。不过画完这个步骤的时候，眼下的飞粉很严重的话，那可以在这个时候稍微用棉花棒清一下。但是现在还在可以接受的范围，所以就不管它。接下来用这个 OQ 的双色眼影，我们要用这个深红色，用斜角刷这样子的刷子，不一定看什么顺手，但就扁一点的刷子，它刷在下眼线的地方。原本的地方可以画粗一点，看起来眼睛会比较垂裂，看起来比较颓废，有一种严重的过敏感。即使现在这个步骤没有把下眼线画得很圆滑也没有关系，因为等一下还会再晕染，所以这个步骤一开始没有做得很精致也没有关系。然后我们用这个棒的腮红来做眼下的晕染，不是因为它特别适合当眼影，只是因为手边刚好只有这个颜色，跟眼妆是比较搭的。放的月的腮红，我就是在它打折的时候买的。有时候有一些颜色会有缺货，主要是打折的时候。结果每次打折的时候，我想要的颜色都不会缺货。现在就晕染完的样子，刚刚晕的不好的，就刚刚眼线没画的漂亮的地方，晕晕晕以后就通通看不到了，所以刚刚可以随便一点。你可以继续讲你的故事。我已经讲完了。我的故事结束总是这么突然。接下来我们要画眼线，拿出刚刚那盘没开的一路粉。平常我们很少用黑色来画眼线，因为这个妆不是很上镜的妆，所以用黑色是刚刚好。我平常都用咖啡色，因为尤达很讨厌自己看起来太锐利的样子。我不会啊。天哪。Yeah, 好不了人哦。然后我们刚刚看哦，下面还是真的飞粉的，有点难过，因为又要重新处理这一块。其实这个单上也很可爱的粉紫色，但是因为这是万圣节，所以我们下月调整。我拍到我膝盖。像眼尾刚刚被推掉的地方，也可以用粉饼，因为粉饼的遮瑕度会比较好，然后用比较厚实的刷子。然后我们现在要刷上睫毛，上睫毛要用黑色的，随便买一支都可以了，刚好拿到这支。因为我觉得这个妆睫毛不是重点，有的话很可爱，没有的话也不会怎样。刚刚有看到画到刚刚那一步，眼睛就还蛮抢眼的了。但是有的话，把睫毛烫得翘翘的，看起来有可爱的少女的感觉。不过这一支是 Maybelline 的睫毛膏，它有一个优点，就是它的刷子很短，又是梳子状的，所以其实蛮不容易刷到眼皮的。没有烫，有烫。没有烫的情况，其实眼妆也不会难看，就整体看起来好像精神比较没有那么好，可是也还蛮符合这个妆的气质的。还有烫的话看起来就比较可爱，有一种少女感。然后呢，下睫毛我们用这支 Betty 的酒红色睫毛膏，它其实不是很夸张的红色，所以大家尝试看看。这样子两只眼睛的睫毛也都整理好，所以眼妆就已经完成了。我们要把接下来把眉毛什么都画好，这是已经看不到任何印子的大床粉红粉眉笔，看它很好画，眼皮就给一直用下去。黑发或是浅色发都还可以搭配，因为它是一个蛮浅的棕色的，稍微补一点眉毛的浓度就好，不用特殊别画出什么样子的类型，画个大概就好，很重要留海挡住。尤达之前在飞机上买了这个组合，我们要用其中的两只，色号是93跟109，然后呢把它叠擦，制造出适合这个妆感的红唇。
这一款唇膏啊，虽然质地偏比较雾面一点，但是它在擦的时候完成全不会拉扯到嘴唇，很滑顺，然后卸也很好卸，不会觉得有卡在嘴唇上的问题，所以真的有一种哦，专柜的唇膏贵果然是有价值的嘛，而且它的尖端其实也还蛮好，描绘形状，还不用整理的唇形很漂亮，因为待会会用一些棉花棒啊或是什么东西再整理过嘛。这个是这段唇形不用整理的非常的对称或是怎么样子，一个是带蓝的红色，一个是稍微带橘的砖红色，用棉花棒整理边界，因为这个妆本身不是一个很工整的妆，所以我觉得也不需要特别用唇刷吧，唇形描绘的很工整，有点凌乱的感觉也很适合的样子。如果是日常妆的话，到这个步骤就可以停止了，大致上会有万圣节气氛的日常妆。可是呢，我们没有想要维持日常妆，我们想要继续发挥，所以我们又要再出动它。但其实随便一个黑色的眼影都可以，我要用黑色的眼线笔也可以。Hello， 我是 KK， 我是尤达。现在已经完成了保护头发，然后跟戴上了一些帕克或者饰品，然后就是我还有涂上了我的朋友万圣的指甲油，然后指甲油是用这两瓶，很便宜，在光能买的，就是39块。然后这个是 The Same 的指甲油吧，我们那时候买，那就以前买了，所以我已经忘记它的价钱了，可是可能大概就100多块左右。这个荧光绿其实出乎意料的好涂，三十九元我们想说可能很容易涂不匀吧，会有刷痕，但其实它的刷痕不会很明显，虽然光泽度不算很强，可是这种东西只要在上套壳就可以解决了，所以觉得它本身是雾面的涂出来，觉得还蛮值得的，以39块的指甲油来说，有点像是就是蜡滴在自己手上然后干掉之后的效果吧，它的那个雾面的感觉。那来解释一下我们这一次妆的这个概念吗？好啊，因为啊，尤达有一个手收的发夹，所以呢就想说啊，平常其实也没有那么常用，不过万圣节很适合，所以呢就想用这个手收来当做主角，思考可以怎么做可爱。所以呢，我们就去找到了这样的衣服，想说啊，这种蓝色跟那个抢眼的红色其实还蛮配的，很适合做这种年轻人的感觉。看起来很年轻，也是年轻人，对，看起来很活泼，又可是还是有一种万圣节那种比较特别的气氛这样。那也是因为手熟的关系啊，所以我的唇彩才选择这样子的红色。不然其实整个妆感，这次的妆感搭配别的唇彩会蛮搭的，像是搭配这支露华浓的紫红色，或者是把一般的唇彩叠上红色的，不是红黑色这种的唇油啊，或者是唇膏也可以，这支是 CanMax 的，或者是因为蓝色的关系，其实很适合冷色调的唇彩，搭配这种冷粉色的唇彩，这一支是 Nyx， 也都会还不错，不一定要搭配这个，但是我们想要搭配手手，就选择了比较鲜艳的红色，其他的也都各有各的风情。接下来就是讲完唇彩之后，就要讲下腮红。如果像这样子的冷粉色啊，上在腮红的地方，其实如果不是为了要搭配红色的唇彩，单上这样子的腮红，整体的感觉可能会更活泼、年轻、可爱。加上了红色的彩虹，看起来就会更有万圣节的感觉。粉状的腮红其实也很适合，只是我们刚好手边有那个色调很漂亮的腮红霜，就想试用看看，或者是搭配像这样子的，这个是倩碧的小花21号，
粉粉嫩嫩的，亮亮的粉红色，也是可以加在这个地方的，然后脸就会看起来很蓬，很年轻。他们我最近的新欢，最近一个月才入手的。红色的地方我们也不一定要用那么鲜明的彩度高的红色，稍微暗一点，像很红的可乐小花一样。暗一点的妆其实像我们刚刚提过的那种洛花龙的唇彩，跟这种彩虹也会很搭。色调上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，配在一起比较温暖的感觉，不要差太多。然后我们一开始是用那个 The Face Shop 的打亮打在中间，但是像是 MUJI 的这一块，它的这些紫色的地方珠光比较小，然后白色的地方珠光是大的，也是 很可以应用在这种地方，因为这种地方如果珠光太大会很凸显瑕疵跟细纹，外侧的地方珠光大就没有关系，所以像这样子的东西很适合用在这样子的妆容上面。然后呢，嘴巴的地方其实就是尤达很喜欢的一部作品《驱魔少年》里面豆芽一族，他们都会有这种纹样，虽然一般放在额头，菱形的，虽然一般放在额头，但是我们想换这个，就是想要体会看看，如果尤达可以当一个咧嘴的形象会是怎么样的感觉，然后发现还蛮可爱的，所以就变成这样子的感觉。我们还要考虑过一些别的纹样，当然尤达选这个，因为他爱的雅莲呢，因为就是我们参考洛雅一族里面的罗特这个角色，他本身也很爱着驱魔少年的主角，跟我一样。雅莲是尤达的理想型，对，因为这件衣服有个口袋，所以我们不要装太高，不要装太高，这个口袋，所以我们想要塞一只吉祥物在哪里？对，物色了一下，选了这一只。我还没有名字，可是暂时就先叫他青豆。设定是，尤达在餐厅里吃到了太多的青豆，他觉得为什么这个厨师要用这么多青豆？一怒之下就把厨师本人变成了青豆。最后要跟大家说，万圣节快乐 ，Happy Halloween！